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一博的电台。我曾经看到一个视频，捕鲸船把鲸鱼逼得无路可退，螺旋桨把海豚的鳍打出了非常深的口，挺难受的。有一次我在录一个节目的时候，他们在海滩上捡垃圾，只是一片小小的海滩就能捡回很多的垃圾，保护地球真的不能说说而已。